伊利卡利拉，我跟你讲，我第一间 property 应该是20多岁买了，也是没什么赚到钱。第二间 property 也是没什么赚到钱。So until 我记得那个我上了那个第一堂课，哇，我的感觉太棒了，我已经看到我什么做了对，我玩 property 这么多年也没人教。大家好，我是 KC Wee， 我的公司名字叫做 Dot to Dot。 我玩 property 这么多年也没人教，因为你不知道一个 formula 嘛，安装找钱的东西没有人跟会跟你说的，他跟你说少少，你慢慢自己去想啦。我很肯定负债为王这个 class 嘛，是可以帮到很多人的。你去听了3个小时，你跟着做你也会飞啊。 But 那个人要行动，打工的人你要存30-50千啊，你工钱3-4千了，你就是差不多不用吃了了，你没可能存到的再3年5年，对不对？就讲这个是最快的方法，很多人真是不明白那个东西这么简单。这个不是老师说的， Based on 我的 experience I've tried and done it, definitely work。 这么你不去做